公不作美啊。小航，你看，要下雨了。为什么我去玩了他就退潮了？要回家了才退大潮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去了半个月了，我都错过了。你看，哇、哦，今天挖花蛤就好了，挖螃蟹就好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？走喽，去动物园喽，下次再来，有的是时间，亲哦。对。小航，嘿，看这里，我们今天跟青鱼他们一起来动物园了哦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？大象，哇，里面有好多动物哦，等一下我们去看好不好？还有马戏团哦，先买票先啊。你也要一张哦。哇，阿青有份哦。出发，快点跟着阿青走。走，掉队了你们进不来哦。走，你不能拿，拿了等一下你进不去。跟着青青青走。看着我的牌子走。今天好多学生哦，好多学生也来哦。海狮，海狮在表演，涵涵。咦，你看，好多幼儿园的小朋友。涵涵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啊，海狮啊、哦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？哦，这个不好看，是吗？像个老鼠一样的。哦，他想坐这个车。他看见这个车啦，等一下妈妈带你去坐这个好不好？你看，你敢坐吗？你敢不敢坐？等一下妈妈带你去坐好不好？老虎，老虎。哇，好多小朋友啊！走了，我们去看马戏喽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啊，你好幸福哦。对呀、啊，你那么小你就可以看马戏团了，是我都第一次看了。你又看到青鱼是啥？好好。对，韦伯伯叫了，你韦妈妈叫你了。人家吃冰淇淋，你在家哦。不服啊！是啊。等一下我们看马戏表演啊，你要认真看吧，乖乖听话吧，好吗？好吗？没喝完哦。
精神来一点，看人的就睡觉了，不喜欢看人，看人表演。下雨了，涵涵哎，涵涵，你看，有三只小熊住在一起，熊爸爸、熊妈妈、熊宝宝，是不是？你醒了呀？你看见小熊了是吧？哦，有三个熊猫哦，狗熊哦，你看刚才有狗熊表演，你都没看。涵涵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老虎、白虎，嗷，走，嗷，嗷，哦，过来呀，你怕它吗？你叫它过来，我怕哦。我们去坐车车啊，跟姐姐他们去坐那个车车啊。梦梦做梦梦做梦梦，吃饭了，啊哈，给你的奶奶给老虎吃好不好？给不给？你现在老虎是吃菜的还是吃肉的？他吃菜菜还是吃肉肉？啊？我们去弄点菜菜给他吃，要不要？你就是他的菜菜哦。